我不管怎么样，我这儿还有个落脚之地。现在这种情况，我。这事儿，妈确实对不住你。离婚是对孩子是最孩子是最大的牺牲品。可是你知道这两口子要过不下去，他自然他有过不下去的道理嘛。我知道您心疼我，可是您不知道，不是说您给我留的钱越多，我就拥有的越多。从小到大，我就一直有一个想法，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。很简单，行了，走了，回家。我的方便面。哦，我吃。还吃什么方便面啊？下来不是买东西吃的。别拿了，别拿了。我浪费。我给你扔。不行，以后不许吃方便面啊。行，给你香。
是我做的不好，我正式的邀请你跟我约个会，好吗？你不是说过吗？等你处理好你自己的事情之后再来找我，还是先处理你的事吧。哎，不如趁这个约会，我俩好好说清楚，行吗？不说话。好的。来，你看看，这是那天的整个经过。我当时一冲动就……给我看这是什么意思？想证明你亲他是情有可原的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，老婆，你知道我的性格，这话赶话，我一冲动，我当时就做了这样的事。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，我真的知道我错了。我希望你能够原谅我，真的，我很诚恳地告诉你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不关心你跟他之间的过程，我只关心你是怎么想的，在你心目当中，我重要还是他重要？当然是你了。那只有是你啊，你是我老婆，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而且如果他再纠缠我的话，我会辞职。你跟他说清楚了？对啊。那他呢？不是，你还没弄。他跟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，我希望我们的日子能够过好，我不希望有任何的事情和任何的人来打扰我们的生活，在我的心里。虽然我长得比你高，但是在我的心里，我们俩的位置是这样的，你永远都比我高，因为你是我老婆，我永远都爱你。说完了？差不多吧，反正你要爱听什么，我还能再说。那好，轮到我说了，我是你老婆吗？是。我是你相守一生的伴侣吗？是。我是一个人下来吗？是。我告诉你，我是你老婆，只有我才可以这么亲你的嘴巴。我不介意，我喜欢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次算是勉强原谅你了，给你一个教训，下次不许再惹我了。就算是我离家出走回娘家了，你也去请我一次，不行。干嘛？没完呢，我有话问你。什么事儿？事情哪有那么容易结束的？哦，我就知道，那你问吧，我听着。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还爱着米兰？你当初为什么不选择他，你选择我了？不是，你觉得此时此地此床此人
说这个合适吗？不说清楚，我今天晚上睡不着觉。我知道我睡不着，你肯定也睡不着。我明白了，老婆你对我真好，你什么事都在为我着想，对吧？谢谢，谢谢。一定要说实话，你是不是还爱着米兰？如果不是咱俩先结婚的话，你俩还是有可能重归于好的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一定对他还是有感觉的，是不是？是这样，我要说我对他一点感觉都没有，这事儿你不相信，我也不信。但是呢，我要告诉你的是，米兰跟我呢，他只是一个过去式，对吧？他现在跟我呢，可以是朋友，可以是同事，但是归根结底，他还是一个过去式，过去了，我忘了 ，forget， do you understand？ 但是你和我不一样，我们两个人是前生今世注定的就要绑在一起的一对贱男贱女。哎呀，现在这个车呀，根本没法开，啊，这堵了一个大胡同，根本动不了。真是，你说咱们那会儿有车的时候，马路上都没车啊。你这么一想，你现在开车一点乐趣都没有。你整个你开出去，就你遇到堵的时候，整个就离停车场。那与其呢，你把车停到马路上，那不如停到家门口，你出去干嘛去呀？这东西点的。啊，我去。大回头你正好这点儿，我看你身体还行啊，挺好的。我看你气色还行。吃饭我也吃的挺好。是是，这就是那个杏仁味儿的。你现在啊，不知道你现在还爱不爱吃那个？好吃。是啊，甜东西好是好，吃多了也没什么好处，得糖尿病。那谁，大力你还记得？差不多得了，身体太重要了。当然了，你看你们做生意的，其实你们也不是为了钱，钱对你来说就是数字啊。我看好一个投资项目，但是我不想轻举妄动。这次我想让你帮我把脉，你帮我看看。你要如果说行，我就出手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想咸鱼翻身。
我要是嫌弃范正，我告诉你，变成一个大奸女。行了，尹秋月，你翻什么身呢？啊？你先翻翻这个，翻身。慢，你赶紧吃永和凉了。打包啊！可以说话吗？哦，是是是，你说，其实应该是我代表袁爷，代表咱们家请你们吃饭。其实你坐在这儿有点太正式了，其实也不是说非得上几星级、五星、八星级大酒店，其实就那个哪儿那个啊，俺家门口有个地方，大叔大爷特别好啊，那个地方二楼的，楼下能洗澡，能按摩，楼上能理发，能烫发，你看我这在这烫的，而且免费照相，特别好。我其实就是什么呀？我想说我自己，我这做事情有时候糊涂，有把岁数了吧，有时候做事还是那么幼稚，是我不好。就是那钱。
咱举起这杯酒，把它干了，以前的事儿就叫它过去啊！以后谁不准再提啊！来来来，干杯！你们过去了，我这心里过不去。钱虽然是还了，可是我这情没还。我今天我来这儿，就是要。我妈出那么大的事儿，我都不知道。等我知道了以后，我还对我妈，妈，对不起。亲家伯，两个孩子都是咱们的好儿女，啊，偷哥这件事儿虽然不是件好事儿，但是它变成好事儿。对。哎，偷哥这个事儿以后呢，咱们两家是更亲、更近、更好。对，来，干一杯啊！干杯！哎，干。谁说不用上班？现在我是你领导。是领导是领导，但你要起来干嘛去啊？啊，这么早？你忘了？你不是说今天带我去老家看那个宅基地吗？哎呀，我亲爱的，你还真当真呢？你看他干嘛呀？我跟你讲，那块宅基地呀，那草啊就这么高，上面落着几只鸟，地里都是石头，你种什么都不长，你看它干嘛？大清早跑那去还拨那油钱呢。不是你唧唧歪歪什么呀，我看孩子下半辈子就指望那块地了。你们俩，嗯，那哥们我呢？呀，喝西里边去。快点快点，赶紧去洗点饭来的。哦，是啊是啊，一天到晚说呀。嗯，我跟你讲，我走快啊，我换个衣服就走了啊。哦。
能，这花儿在外边不欺负别人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，他怎么能受气呢？还是表哥了解我。啊，大姨啊，表哥嫂，我不想干下边人了。为什么呀？不是你那天不是说那个只要能做下方什么事你都能干吗？苦了，这家政多好干呢，现在这干家政的这挣的钱比这白领挣的都多。我要不是因为我腿脚不好，腰不行，我跟你说，你就多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。哎呦妈，您就别逞能了，行吗？好干，太不好干了，气死我了！你说好，我再弄个女家干，也不让他们家的东西怎么都那么假冒伪劣，我一碰就贼，一碰就贼了。你说我干活，我能不碰他吗？我一天打贼几个，两天打贼几个，今天我终于把最后一个也打贼了，人家就不让我了。不是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这家人也是，你要碰上这么好的姑娘，你这你们家东西不能换成塑料的吗？对，还了，都是我给还的，2000块钱都是我还的，还不咬我了。行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别哭了，擦擦眼泪啊！你看你说话忘了。哎哎，我来帮。袁总出事。这怎么了？这是？没关系。哎呀，哟，怎么知道呀？你看老杨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他们肯定都得来。哎，这是水果。哎，跟你说会话。水管让刘芳啊打电话让他过来。爸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这不是跟着张总啊去高尔夫球场挥两杆了。这电瓶车啊，没想到拐弯拐急了啊，全都翻到那个坡下去。嘿嘿，我们这帮人呐、啊，是连滚带爬的，全都翻到那个草坪上。嘿嘿，不过没多大关系。还没多大关系啊，那都摔了，都磕石头上了。医生都说轻微脑震荡。没事。脑震荡啊？检查过了吗？拍片子了吗？拍了。放心，就留院观察几天啊，没事。那就好。没事。爸，您以后可得注意点。嗨，没多大事。行，那没事儿，我们先回去吧。老林啊，你留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现在得回家，我妈等着呢。哎，留下老爷，那我们出去等吧。对，哎，爸，我先出去了。走。你进房，我打电话。哎，嫂子，他老婆就来验娃了，扫了，我免提了。喂，妈，跟大姨电话。那个，大姨都着急走不出花来了，大姨亲大表姨夫怎么样了？嫂子，没事。小鹏虚惊一场，放心吧啊！哎呀，吓死俺俩，在家等啊，那又没有个电话。好了，俺知道了，那也别太着急了哈，在这照顾好大亲大表姨夫。那个不用着急回来，我照顾大姨哈。好，那回家再聊吧。山姨，啊，夏楠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怎么样了？爸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打高尔夫的时候车翻了，磕了一下。啊，
人呢，身子骨好着呢，这以前呢没得过什么病。他这个人，一闻上消毒水味儿就浑身不自在，这下可倒好了，活该。您不进去看看吗？啊。袁阳，你爸爸了解你的个性，没关系。你呢，在外头尽情的玩，尽情的疯，尽情的野。等什么时候撞到了南墙，你再回爸爸的公司。我想那个时候，你应该踏实了。算了，没什么好看的，不是没什么事儿吗？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都到门口了，就进去吧。哎，我这不是听说云野到医院来了，我以为你们俩出什么事儿了，我才来的。早知道是他，打死我也不会来的。我什么人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没什么事儿，我走了啊。那我送你。不用。这谁啊？山姨吗？山姨来看看爸。怎么不进去啊？他听说没什么事儿，就走了。爸说什么了？爸今天特不正常，他跟我说什么让我在外边玩，什么时候撞南墙了再回来继承家业。太奇怪了，这平时都是家养，怎么现在变成野生放养了？爸想通了呗，不过这事儿千万别跟妈说，妈要是知道你回梦园集团的事情，这时间推迟了，指不定你多难受呢。是。副主任。什么副主任？你啊，袁副主任。说话老喷口水，怎么习惯？哎，大家。用掌声热烈欢迎我们新上任的袁副主任啊！等等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袁副主任？哎，兄弟，你这一次为我们大家为民除害，简直是太痛快人心了！你火星人啊，你能不能说地球话？什么叫为民除害？我怎么我就主任了？哎，米副拿你的报告把姚主任给扯下来了，现在他是正主任，你就是副主任了。米兰在哪儿？袁爷。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跟你老婆和解了吗？要不我再多给你放几天假？什么意思？你怪我没提前跟你说啊？我只是怕打扰你跟你老婆，而且还想给你一个 surprise。你一直在利用我。老姚本来就有问题，我们只是做了我们该做的事儿。其实你早就有预谋，所以你才会提出来那天那样的条件，对吗？不管米兰做错任何事儿，袁野都不可以怪他、恨他。你应该能做到吧？对于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没必要生气，对吗，米主任？袁野，你听我说。你还想说什么？是不是任何人找你帮忙都可以？只有我找你帮忙，我就算利用你啊！米兰，当初你一声不吭的离开，我承认，我一直在记恨你，但是现在。
小花，有个说大不大、说小不小的事儿，我得跟你汇报一下。说。我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为什么呀？工作上的事儿，米兰。这么直接啊？我刚才来的时候，在路上我想了半天，我到底怎么跟你说这个事儿？想来想去还是没想出来，没想到现在一句话都不用说了。哟，老婆，你太贤惠了，真被我说中了。太好了，现在终于可以结束那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日子了。你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我不管，我也不关心。反正你跟我抬头不见低头见就行了。老婆。现在你老公是个无业游民了，想想能干点什么。无业游民多好呀，以后你在家里面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想干什么我养着你。哟，那我不变成小白脸了吗？以后可得好好伺候着我啊。不可能，这世界上谁变成小白脸，你老公都不可能变成小白脸。我已经联系了几家公司，准备参加面试。真的？哎，你爸要出院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咱们也很久没回别墅了，要不我们回去看看他。你确定你要回去？哎呀，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，还记得那些不愉快的事儿啊？我可没那么小心眼儿啊。哎，咱们回去给爸买点什么东西啊？给他做顿饭吧。你做。难不成你做？只有你知道他最爱吃什么。袁董今天出院，你看，你们俩都有心啊，做全是他喜欢吃的菜，还有这蛋炒饭，他回来看了，肯定心里很高兴的。青姐，回头别跟我爸说这菜是我做的啊。那我说谁做的？说谁都行啊，夏楠。行，那我说夏楠呗。您做的也行。这孩子，我没做。真去。哎，你辞职的事情不准备跟你爸说。说啊，干嘛不说？说啊。那你说了之后，你爸生气怎么办？说不说是我的事儿，生不生气那是他的事儿。哟，哎呀，袁总回来了。啊，青姐啊。哎。哎呀，回来了。还是家好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这医院可把我憋坏。爸。哎。小妈。我说你们俩在家呢。恭喜您出院。这臭小子，我还以为他真对他的老子不管不顾呢。不能。爸，今天的饭菜是袁野专门为您做的。都是您爱吃的，谁做的？做得出来，爸说呀。叛徒！爸，您怎么还不让说？我说你个臭小子，那做了就做了嘛，有什么不敢承认的？你这，啊，剧本留一个。夏楠啊，这小子脾气像我啊，有时候这花深花浅的，别太往心里去了。都是一家人嘛，啊，有空把我们都说说这小子。爸，谢谢您。